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曲子是吕昭炫老师的《思》。那吕昭炫老师大家知道，他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吉他独奏曲，无论是《残春花》《杨柳》《故乡》《秋》等等，每一首都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啊。对，那如果要入门吕老师的第一首曲子的时候，我在教学上常常会选这一首《思》。那选这首曲子呢，第一是因为它的结构很单纯，第二当然是旋律很优美，那第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在看似简单的曲子弹出一个歌唱性跟它音乐该有的那个样貌，我觉得其实是富有挑战性的。因此不论这首思是承载思念的思，或者是你在思考事情的思，又或者是一个音乐创作的一个灵感，一个缪斯女神我都觉得这首曲子是很好的一首吉他独奏曲，让大家入门如何在貌似单纯的曲子弹出音乐它最真诚的样子。带来这首思，希望大家喜欢。